格局决定心态。什么是格局？我站在人群中，别人骂我很刺耳，心里很窝火。我站在三楼，别人骂我，听到的声音就没那么大了，没那么闹心。等我站到十楼，别人在骂我，基本上就听不太清内容，也不太知道是骂人的话了。等我站到三十楼，骂人的声音已经听不见。就看到一堆人在那指手画脚，没准还会跟他们挥挥手，以为是大家在打招呼。格局越高，心态也就越好了。